大家及现场嘉宾，大家好。好。为了掌握时间，请容许我看稿。感恩导师，感恩天地，让我在超马得到了重生，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从小二开始，爸爸妈妈数十年的暴力冲突，造成了家庭的灾难连连，然后永不得安宁，也因此种下了累积了对爸爸的数十年的怨恨，以及心中的恐惧不安。那也造成了自己身体数十年的病和苦。甚至有忧郁倾向。从103年开始，人生许多课题接连而来，身心灵严重失衡。先是夫妻关系冷淡，渐渐成为几乎成为室友，因此有了第三者，婚姻濒临破裂。再来是隔年妈妈罹患大肠癌，2年后过世。再来又因为自己错误的抉择，投资惨赔了近100万。又因跟爸爸情感沟通不良，情绪造成纠结，这种种经历将自己渐渐的逼上绝境。去年年初在信箱取得了疗愈权利跟千年之约，因为误认为是宗教传教书，所以只看了疗愈权利，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行动。在去年一月中旬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乳头皮肤变薄，异常出血。那隔天自己赶快安排了检查，心中升起了一个不想活下去的念头，于是放下了所有的干扰，每天到山上晒太阳，冥想太阳的光的祝福，并且向身体忏悔，常年下来没有好好照顾身体，也向上天祈求，希望能够将这个伤害降到最低。很奇妙的，到第三天，我鼓起勇气再次检查，发现乳头的皮肤渐渐的恢复，而且没有再出血了。之后手术完，医院确诊为3公分的乳癌淋巴。但是很奇妙，这个结果竟然是我不用做化疗，只需要最少次数的25次放射治疗，也不用再接下来的长期荷尔蒙。这个结果呢，连医生都感到意外，因为以他的临床经验，他之前都一直跟我传递一些不乐观的讯息，所以竟然他竟然一开始看到病理报告，竟然脱口而出跟我说恭喜。后来发现自己好像有点失言。那我觉得这种种就是感恩天地，感恩太阳公公赐予的刚刚说明导读讲光的神秘作用力，启动了生命奇迹，让我的这个乳癌的现象大事化小。那留下这个病根，我自己认知，这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自己在错误的想法、思想观念跟行为模式，这个病根就是要让我认知必须要做改变了。那为了，因为我知道必须疗愈身体，必须从身心灵着手，为了找出路人，一个灵感再次看了疗愈权利跟千年之约。从千年之约的学员分享让我看见了希望，接着很快速的上网买了超级生命密码，而且大量的听导师的网络音档。从8月23日开始，从去年8月23日开始做心法，接着做你每天练习心法步骤1、2、3。10月5号参加了第一场音乐精英会，接着共修课以及老师的讲座课程，各种学习的机会都把握不放过。因此在短短几个月，从过去身不由己的炼狱人生，因为来到超马爱的天堂，一切风平浪静了，而且找回了人生的主导权，不再让负能量操作。自从学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，我才知道我原来几十年前很长的时间都被负能量所左右。当我想为我自己做事情的时候，或自己想要做一个成长改变的时候，总是家里原生家庭就会有事情发生。所以让我来了解这几十年来原生家庭这个超级大的负能量制造机，就让我们全家进入了一个共业，跟整个被负能量所操作了。
从开始做心法开始没多久呢，很明显感受情绪变开朗了，不再常发脾气，而且找寻了多年，终于在超脑系统找到了心安自在。而且因为老师常常循循善诱，明白了天地真理、因果定律之后，懂得认命，以及学习《弟子规》，重新学做人，化解了对父亲的怨恨，并且心甘情愿地负起责任，照顾爸爸生活。因为几十年来，爸爸跟家庭的一些很多成员都疏离。姐姐弟弟们、妹妹们，其实姐姐跟弟弟们，其实对于爸爸的事情，能闪就闪，真的没有人对他的事情不太想，因为只要跟他沾上，其实都没有好的结果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知道跟爸爸是我今生的很重要的课题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，我了解了这因果，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所以我懂得认命了，然后也心甘情愿做了这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另外，消除了进超马前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离婚念头，夫妻关系改善了，找回关怀体贴的先生，现在跟先生的互动就是很密切，那整个关系家庭的气氛都改变了，谢谢。那获得自己圆满，癌症指数也持续下降，身心灵更加的健康，人际关系也变好了，先生的收入也意外的增加了。因为我学习超马天地，我是个家庭主妇，所以天地把这个礼物转嫁到了先生的身上，而且跟婆婆的关系更加融洽。今年过年甚至度过了有史以来最轻松没压力的新年，这一切不求自得的收获，真的都要非常感谢天地，感恩导师。如果没有遇见超马，我不敢想象我未来的人生如何了。过去的几十年来，人生的难题无解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癌症最忌讳是情绪的起伏。在过去的几年，真的情绪非常的混乱，我只能说我的下场是堪虑的。幸好遇见了超马，当初的简单相信、听话照做、真心做实验、实修实证，生活一切变得更顺利，改变了生命地图。我相信在座只要愿意做出要的决定，真心做实验，相信天地的祝福一样会带给各位喜乐丰盛、好运连连。谢谢各位。